弟弟这么好，还帮哥哥说我。你跟宝宝好长得好像哦。对了，会了没？会了。有没有成功？再一次，小鼓，好，来，再来，
是慢速的拍子。你没有要画乐谱？没有。这是鱿鱼老师。干嘛？还有就是什么？那你帮我画。因为这样画错要。八分音符你会不会画？画错要什么？跟这个一样，跟这前面一样。不要以为那个四十分音符。八分音符，这是四分音符，八分音符，其实也有三分音符，但是三分音符。那你千万别学。我叠在你的耳朵上。好。在第三个间隔，太低，这样子画太低，要高一点。不对，不是在那里，在第三个间隔。这样。不是不是，在这里。比较。这个，这里啊。来，我在这里，在这个，哎，你看喽，你看喽，它在这个位置上，这里，要在这个位置上。哦。了解吗？所以要画这样四个，这样会不会？好，然后再画四个，这样会不会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请画。好，第三拍画上去。还有两杠，这里要两杠，才四十六分音符。要两个，要两个横杠。1234，1234。嗯？看得懂。看得懂吗？嗯。我准备练习一下喽。
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我有听他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今天要打一个。Michael Jackson 的歌。那如果很困难怎么办？不可能。你可以挑战吗？可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不然我杀了你。我百分。